大家好，我是冯晨晨，我们来到了一家中国福建人开的海鲜自助餐厅，一起来庆祝我在抖音上认识的单身了几十年的朋友，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了一个欣赏他、爱他、疼他的男人，从此生活不再孤单，半夜醒来不会再害怕了。大家看看是不是有很多的美食感觉和国内的一样呢？大家看看这个自助餐厅装修的怎么样啊？和国内的感觉有区别吗？到这里用晚餐的有中国人，也有很多外国人。Thank you, doctor. Yeah, his legs had shitload of work on them. Oh, yeah.Thank you.
我在你妈说，那个我看起来很漂亮，他说我愿意嫁给他，昨天加的那个 WhatsApp 你看。就那个你刚才看到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就那个大胡子啊，就那个大胡子，不要那大胡子。你说我要愿意结婚，你说我愿意嫁给一个，你怎么怎么？之前之前聊的是什么都没聊，昨天打电话，今天加的我咋？他在看我的照片，说我看起来很漂亮，他就知道哪一位是我吗？那你以后买的多少钱？
非常开心，非常有意义的一天，就快结束了。这里的自助餐，晚餐是29美金一位，午餐是17美金一位，大家觉得贵吗？在中国，像这样的自助餐，会要多少钱一位呢？大家也祝福我的朋友天天快乐，永远幸福吧。
也希望更多的单身姐妹可以像她一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余生不再孤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给我长按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评论，有你们的支持才是我最大的动力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爱你哦。